欢迎乡亲收看各位背后的新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浩，你好。新闻一开始，咱先来关心到甲新年棒球头72场天上圣表，联合往鹿港天后宫一组进行活动。伫咧七号下晡，头来登场，由几百名信众所组成的进行队伍，下晡3点来到鹿港福禄桥，受到鹿港天后宫的热情欢迎。整个鹿港小镇锣鼓炮瓦声四起，沿途信众嘛摆香案来迎接。展现对妈祖无比的热情和诚心。棒球头72场要做进修队伍相当盛大，60多顶新球，200个顶头，甲真侪随乡信众，一路上拢闹得滚滚。棒球头72场包括了中华南投两个县市，无同族群的人因为共同对妈祖虔诚的信仰，所以组织起来。自民国80年开始，大概若拄到民国末数是空的迄年，个连续3年前往鹿港天后宫约做进修。进修时程是旧历3月底到旧历4月初一，因为经过3月到4月，代表连续进修2个月。111年因为疫情延后一年办理，所以今年是110年开始约做进修活动的最后一年。今日岁数甲新年吼，农历3月29日，也是咱棒球头天后宫72场天上圣母往鹿港天后宫合作进修。咱今日吼，今日咱的队伍吼，在11点吼，11点半就开始起码典礼，啊11点起就出发吼，起码头出发，啊就一定讲啊3点，因为今年咱是圆满年，所以队伍包参加人来特别多，所以咱的参加队伍吼，咱新旧将近60顶。啊，过来用迄个顶楼将200几顶，啊，个用这人员差2万人左右，所以这队伍上就用本来预定3点半，3点要到位，所以一直拖到4点，哦，所以这嘛是种今日嘛感谢咱圣母庇佑吼，这天气非常好，啊嘛非常凉，大家拢会当顺利来鹿港吼，天宫靠做进入，啊，直接嘛感谢咱哦天后宫主委张主委啊，即个技术人员吼，即个热烈，即个心中。我来跟迎接。咱小头哦，棒球头天门宫哦，72场哦，这个来鹿港天后宫合作进修，因为是咱南投甲中华哈，真重大这个宗教文化界的一个盛事啦哈。每10年一遍，今年是第3年圆满年，咱而且感谢咱这个天后宫哈，张伟通主委哈，这样盛大的一个迎接啦哈。咱也当来感受着这样丰富的一个宗教文化的一个活动。马上感谢咱天门宫刘新尊主委哈，所三亚咱所有的哈，咱各宗庙的这个主委啊哈，咱真侪技术人员共同来参与这一遍的这个宗教文化盛事。500人的进修队伍来到鹿港，鹿港天后宫热情欢迎，祝贺活动圆满顺利，共同宣扬妈祖信仰。非常欢迎我们棒球头72庄哈，有30万人来到鹿港哈，业主联合业主进香。那么也感谢很多长官跟贵宾的陪同，那让我们鹿港增添无上的光彩，那也是妈祖的保佑哦。那希望在未来7年后我们黄沙头72庄还有下一次的相逢。棒球头72场天门宫。72场天上圣母，往鹿港天后宫联合各组进香，雕像祝寿定福金章，福以妈祖降福，万民康泰好正常。暗时，棒球头72场天上圣母自家伫鹿港天后宫，并且举行隆重祝寿庆典。隔天刚早起5:15，伫进行跋杯交香仪式了后，恭请妈祖回銮。这10年1度的一乡进乡盛事是圆满结束。新中华新闻创立前，鹿港采访报道。